还没有讨论法之前，我们中南无大圣三身礼敬佛陀法的主人。南无大圣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萨。南无大圣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萨。南无大圣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萨。Brahma Nimandanika Sutta，梵天要 Brahma 是梵天，是一种仙界的众生。Nimandanika 是邀请梵天或是中梵天的邀请，是这部经的名称。Evami Sutta 如是我闻。Ekang Samaya 就是一个时候。Bhagava 世尊。在舍利城，在吉达林，在吉达林寺院，是即孤独长者的园林。那时候，世尊称呼比丘们，诸比丘，比丘如此回答世尊：尊者，过后佛陀说，一时佛陀住在苏巴嘎的这个园林。在娑罗树下，佛陀在这苏巴嘎中翻译成幸福林，在娑罗王树下，树王下。那时候呢，有一位梵天人叫巴嘎，巴嘎梵天人呢，升起如此的邪见，他认为这是长恒的，这是完整的、完全的，这是完整的。根据辅助的解说知识。完整的，一旦阿胶完呢，他们只是不死的，或者是无死的，或者是就是也不生的，也不会老，不会病，不会衰亡，不会再重生，而且超出这个地方呢，就没有其他的可处理的地方。这是这位八嘎梵天人的见解。在梵天升起了，这邪见。那时候佛陀住在乌嘎达城镇，或者是靠近乌嘎达城镇的这幸福树，在这个苏巴嘎林，祥瑞善瑞林，或者是翻译成幸福林。那时候佛陀知道八嘎梵天人如此想，佛陀就。在人间直接消失，然后直接到达梵天，它的速度是极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心所造的。也许你说，也许你会认为梵天跟人间离得实在太远了。但是对于你能够化身、能够心造身的话，那他就没有这距离的见解，他可以是很靠近，也可以很远，但是呢，却可以很快到达。佛陀如此到达梵天，那时候，梵天这位梵天呢，叫巴嘎，他见到佛陀来到他的梵天界，从遥远就看到佛陀到来了。他看到佛陀过后，他就。母亲就是朋友啊，请过来吧。抓个的玛丽莎，善来朋友啊，大家一起可以说 "long time no see"，好久不见，吉拉桑很久。也就是说，过了很久，你来到这边呢，也就是说我在等待。你看，梵天人也是很善于交际的，究竟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你花你的时间来这边，的确很久不见了。过后，梵天人呢，就在巴嘎梵天人呢称呼世尊过后，就尝试跟佛陀提出反对的立场，此事恒常的，此事永恒的，这是永远完，这是完整的。
那这是不死的法，因为这地方呢，没有生，没有老，没有死，没有衰亡，也没有再生，而且呢，超出此地就没有根，没有其他的处理处。这位梵天人如此说。当梵天人如此说过后，佛陀就告诉毗库门，世尊告诉毗库门说，他告诉巴嘎。这个梵天人，阿维迦格多瓦迦波巴哥布拉玛，巴嘎梵，我的意思是，巴嘎梵天人呢，陷入了无明，也就是巴嘎梵天人的确无明，他的确陷入无明了。佛陀如此告诉梵天人，这位巴嘎梵天人，以及说。不恒常的，你却说是恒常的，而且是作为暂时存在的，却称为恒常存在。对于不完整的，却说为是完整的。对于会生、老、死、衰亡、再生的，却说这是无生、无死、无老、无死。不衰亡、不再生的，而且呢，因为实际上有更高的处理，这位巴嘎梵天其实说没有更高的处理。这句话意思就是佛陀指出，实际的真理跟这巴嘎梵天人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。真实是有生、老、死。但是呢，阿嘎梵天人却是提出相反的见解。实际上，的确有处理的方法，但是梵天人却说没有更高的处理、更高的解脱。佛陀就告诉阿嘎梵天人：“你的确是无明。”佛陀如此直接告诉阿嘎梵天人。你实际很无明，你有邪见。那个时候，魔王呢？摩罗，摩罗的字面意思是杀者、杀戮者。但是这边的麻拉斯是在欲界天最高层的摩罗天神，他的名称叫做麻拉，意思就是说杀戮者，就是让人死的杀者、杀戮者。麻辣另外一个含义是，另外一个意思是巴比玛，邪恶者，邪恶者。那这魔王呢，就附体一位梵中天的天人，过后就对着佛陀说，也就是这位魔王呢，进入了梵天人的身体，进入被附体，摩罗呢没有。显现他的样子，但是却附入一位梵中天的天人身里边，然后就开口说话，就像这位梵天人说话一样。其实真正的不是这位梵天人所要说的，其实是摩罗想说的。通过附体，这摩罗呢就说：“比库比库，他没有以恭敬的称呼。”来称呼佛陀，像师尊、阿高哇或者是尊者等等，他没有如此称呼，他称呼佛陀为比库比库，不相信他，也就是说不要不相信梵天人，意思就是您应该相信梵天，这是他是梵天，达梵天，阿比布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征服者。阿那比布多，不被征服者。阿那比布多，不被征服者。阿尼亚达都达达说，全见者，也就是他真的实际看到，也就是如实见者。瓦瑟瓦蒂，全能者，万能者，全能者。伊斯罗，施主，嘎达。嘎达是创造者，
创造者，你明白？造者 （Sator），最上者 （Satita），主宰者 （Vasi），自在者能够如所随心所欲的。Pitta Purva Papiana 是所有众生的之父，就是以身以为身者之父。Buddha 和 Papia。不单是以身的终身，而第二是将来将生的终身，未来生的终身。所以这是一切终身之父，这是摩罗说的话。但是他却通过附上一位梵天人的身体而说出的话。过后他就被附体的梵天人继续说。你故有一些沙门、婆罗门在你之前啊，也曾经指责过地、空虚过土地、大地、险恶大地，然后呢，又空虚水、险恶于水、空虚火、险恶火、险恶空虚风、险恶风、空虚菩萨、菩萨是指。这边的意思是，加杜玛拉吉嘎迪瓦四大天王的天神，那地水火风这些是指人界，所以这边讲的菩萨，中文翻译成字面意思翻译成身类，其实是指四大天王天，也就是说有三宝啊，空宿四大天王天，还有是。空宿天人就是其他天界的天中，沿着这些天中，然后巴迦帝吉古杰嘎指着这个生主是指瓦萨瓦帝他化自在天的天神。那这些中萨门婆罗门呢，因为沿着这一些众生，他们死后投身到地裂的世界，这是菩提的凡人如此说。相反的，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呢，他们曾经喜爱地，称赞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亦是如此。然后也称赞四大天王天中、其他天中，还有这个他化之上的天中，乃至梵天人。过后，这些众生就投身到更高的生命界。接下来，摩罗附体过后继续说：“比库，这摩罗对世尊如此说：我告诉你吧，梵天对你说什么，你就应该做什么，你不应该违背梵天人的话。”摩罗如此对世尊说：“如果说你违背梵天人的话，你就会你的吉祥呢？”你将会被人用棍棒一般把被赶走，这是其中一个譬喻。又好像你也会好像一个人掉落百丈悬崖时，却手和脚都抓不稳地面，也就是会直接坠地。因此，你应该依照梵天人的话，不应该违背梵天人的话。摩罗如此告诉世尊：你看这梵天的机会。如此摩罗附体过后呢，如此告诉世尊。摩罗鼓励世尊遵从梵天人的话。过后世尊呢告诉这位附体的梵天人，知道他是佛陀，佛陀如此说：我知道你是邪恶者，你是摩罗，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吗？你是邪恶者，邪恶者，有梵天、梵天众，这一些都受到您的控制，受到您的支配，这些都是在您的掌控中。但是呢，我却不受你掌控，我不会依你的意愿而行，
波斯顿如此，奥苏摩罗，这是经典里面所记载的。我们先看译注怎么解释这段话。如果说我们再回头看这梵天人所持的见解，他的见解是邪见，是常见。他认为自己是永恒的，这是常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梵天人，有很长的寿命，他就自认为是永恒的存在，他不会死。他升起这种见解，而且呢，他也认为没有地方可以再处理这个逃脱的，没有办法再解脱呢。这是最好的生命界，不会超过这一界，不超过这一界的意思是，就是没有其他的梵天界，也没有生到生果涅槃。这梵天人呢，否认了这一切，他认为自己的那一界是最好的，他的生命状态是最好的。这时，这梵天人的无明，但是对他自己呢，他自己知道他是梵天人，不像人们会以为只有人界，但是梵天人呢，他想所知道的不只是人界，但是呢，他却认为梵天人只有他自己，没有在其他梵天界，没有证到生果涅槃，来否定了这一些真实现象，因此他这种见解叫做邪见，是 sasata ditti 常见。另外一点，梵天人呢，这个摩罗呢，看到佛陀在梵天说法，那他就附体，因为梵天众。那时候他是怎么看佛陀、看世尊呢？看到世尊在梵天呢，摩罗呢，在他的天阶，时不时呢，都会去检查佛陀在哪里的，究竟佛陀去了哪里，他都会检查他，他都想知道，时不时他都会检查佛陀的去处。但是一些修行人老是听到说，有些禅修者、女众禅修者，他禅修，当他有了一些定力，他的光呢在面前呈现，那时候他就以为摩罗要来干扰我了。也许他听过这一些说法，如果这些光不是在彼端前，那个是假的常相，不是真正的常相。那假的常相究竟谁为什么出现呢？也许是摩罗拍下来的。当他还能够专注的时候，光出现在你们的四周围，他以为摩罗出现了。摩罗呢，也许没有时间来找我们。其实摩罗呢，是想要去见佛陀，要知道佛陀的状况，不想看到我们这一些小小的修行人。摩罗呢，也许不想要这么忙碌，但是摩罗呢，却时常时不时要去检查佛陀，看佛陀在哪里。那时候他就通过检查理解到，佛陀去到了梵天界。虽然去到梵天界，他也是不能逃脱我的检查，我要去干扰他，以便他不能说法。这摩罗呢，如此思考，然后他就不显示自己的身体，而且那时候巴嘎梵天人也不相信佛陀，因此呢，这摩罗就得到这梵天人的支持，然后这摩罗呢就附上一位梵天人的身体。针对这一点也是有问题的。摩罗呢是一阶天神，他怎么进入梵天人的身体呢？根据这个依据的解说，是因为对方是梵中天的仙人，所以呢，这个摩罗才有机会扶桑这个身体。在初禅，在低层的梵天阶呢，总共有三种梵天人，一者是 Mahabrahma 大梵天，第二呢是最下最低级的。初禅梵天呢是 Brahma Parisaddha 梵中天，
那中间的是半普天，所以在初禅梵天第一级的梵天，总共有这三种梵天人：大梵天、半普天和梵中天。为什么是如此的呢？为什么梵天会初禅梵天会有这三层次的不同？在实际修习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禅修者得到禅那，有些禅修者得到禅那呢，是以很低的正上心，虽然他有禅那，却很弱的意精进心和观，就是四种神足，因为缺乏这四种神足，或者是这四种神足的素质很弱，他入定。又出定，又想东想西，虽然有定力，以这个刹那定力想东想西，因此呢，他的禅定不深也不长久。有一些定力，但是又有一些念头，因此他的定力的素质很弱。禅修过后呢，他又这边聊天，那边聊天，也。对于这种课题，那种课题感兴趣，过后呢又回来禅修入定。也许他有一些定力，但是呢素质却不好，以此耶，他们会投身翻，也许会投身翻天，但是呢这时候他只投身到翻中天，大家要小心哦。即使是翻中天，摩罗都有机会浮身，因为这是低等素质的翻天人。翻中天，但是相反的，翻普天和大翻天呢，摩罗是没有机会进入他们身体。这是人的普遍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人界是比较高的，动物界是比人界低的。一般说法是如此分类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一些动物却可以伤害到某一些人，即使是人类，比方。在缅甸，老师不知道，就像一些有些中畜生呢，比如说龙界的众生，也许会潜入人的身体。龙是一种动物，是畜生，却可以附人的身体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畜生是很威力的。如果有威力的畜生遇到素质比较低等的人类，也会因此而悲出生、复生、复生，类似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看到摩罗是欲界天最高的天神，天界欲界天的天众，而梵中天呢，只是低层梵天、初禅梵天最低的梵天众生，所以是可能的，就像一些众生。一些畜生呢，他的智慧有时候比一些人类更高，这也是这部经里面的原因。摩罗可以附在梵中天 （Brahma Parisaja） 的身体，有三种初禅梵天人，这个是最低级的一种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有些人说，如果一个人有禅那，应该是听不到声音。可以持续很久入定等等，有些人这么想。但是呢，禅那其实是虽然是禅那，但是数字不一样，可以有这种差别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虽然是禅那，但是产生的结果就有不一样了。初禅当天就如此分成三个等次。同样的，比如说一些人遇到天气不好，食物不好。但是，虽然有时候天气好，食物也好，但是他却不守护自己的心，没有他们想要禅修，也想要做其他东西。如此，他们修习的话，他的禅那定力不是威力是最好的。由于这个原因，由于就看大家如何做，所产生的结果效应就不一样了。因此，以这种定力的禅那的果报，就可以投身到三种不同层次的梵天人：梵中天、梵普天和大梵天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摩罗可以进入梵中天身体。
这位范仲淹被俘身过后呢，就说这大梵天人啊，他是创造者，或者是世间的创造者、建造者。他创造了大地，创造了须弥山，创造了宇宙，创造了大海，也创造了太阳和月亮。这一些都是这阿嘎梵天的创造出来的，这是这位被附体的梵天人所说出的话，其实是摩罗说的话，还有或者是这主宰者就是谁主宰谁去定义啊，谁是婆罗门种姓，谁是刹帝种姓，谁是这个富有的人，谁是贫穷的人，谁是尼姑，或者是指定谁成为动物，成为牛，这是梵天人所创，这是根据摩罗的说法。然后是瓦西自在者，还有就是以身为身者之父，也就是终身之父，普达和巴比亚。普达呢是已经生，巴比亚或者是正在要生，或者是未来未生正在生，也就是一些终身。什么是已生？什么是将生呢？是根据一珠指出，这是不同的终身。比方有一些终身，它是卵生的，有些是胎生的，在蛋里边，在母胎里边等待着出生。这些是发芽未生，或是将生未生。那从蛋孵出过后，从母胎出胎过，那时候才叫布达已生，所以这是达利布达法比亚的差别，已生和未生者的说法。第三种生是湿生，湿生呢是在潮湿的地方出生，比如说鱼类都是在水中，在泥沼、沼泽中出生。那在他们结生的一刹那，第一刹那叫做巴比亚，正在生，但是却未生的。那结生第一刹那结束过后，才叫做孤大已生者。这是针对湿生的有情众生。所以花生的有情众生呢，他的第一个身体位移叫做巴比亚，就是正在生而未生的。那在第二个位移开始就叫做菩萨已生了，这是针对巴比亚和菩萨的定义啊。中文的字面上的翻译就是已生和正在生和，但是却未生的。根据摩罗的说法，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在佛陀出现之前的，这些沙门婆罗门呢，都在空虚着大地。空虚着水、火、风，什么是空虚，或者是指责呢？就是空虚，它是为什么是无常、苦、我的？也许你也是其中一类众生，就是正在空虚着地大的，你在辨识地，然后就投诉指责他，为什么这个是无常的？为什么苦的？为什么无我的？这是根据摩罗的角度来的说法，这些沙门婆罗门如此所谓的空树，一尺和风，它将会掉入恶趣，这是摩罗的说法呢。的确，有些沙门婆罗门呢，他们都在指责地水火风，因此他们投身到低级的生命界。什么是指责呢？就是当他们说这些地水火风是地无常苦我的，那这是属于指责了，而且它是嫌恶的、嫌弃的，也就是说摩罗正在影射的佛陀了。因为这些沙门婆罗门呐、啊，这样讲的话，他将会投入恶趣。另外，摩罗也说，有些沙门婆罗门呢，在佛陀出现之前，他们也称赞地水火风等等。那所谓称赞是什么呢？
什么是意思是称赞，什么是喜欢，有时喜欢称赞它是长的、乐的、我的，不会中断的，不会破坏的，不会消失的。所以这是正在赞叹地水火风，赞叹天界人界梵天界。根据摩罗的说法呢，这一类众生将会投身到山去，投身到更殊胜的生命界。根据译注的解说呢，我们理解什么是所谓的这边摩罗的称赞和摩罗说的指责或者是控诉，这是译注的解说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So, you have a very fast, you know, some there is some Myanmar cartoon. So, Bhikkhu told that this 时间过得很快啊！啊，老师讲一个绵long 里的 time ago, 漫画。啊，这个开始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可以把手机闭上，因为有些听众呢没有专注听，也许在睡觉或者是在做其他事情，所以老师需要给大家知道啊，开始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可以把手机关上，给老师当给大家分享功德。Mama Bhumya Bhagam Sava Sadhanam Vajemi Desave Mesamam Bhumya Bhagam Dabandhu Sadhu Sadhu Sadhu